出现，还是已然逝去？怀疑在某一个国度里的某一年，还未带我到世上那天，存在过一位等我爱的某人，夜夜为我失眠。在这个人极其实在，却像个虚构角色。莫非今生原定陪我来，却去了错误时代？情人若寂寥地出生在1874，刚刚早100年一个世纪，是否终身都这样顽强地等雨季会降临赤地？为何未及时地出生在1874？邂逅你，看守你，一起老死，互不相识，身处在同年代中，仍可同生共死。在却像个虚构角色，莫非今生原定陪我来，却去了错误时代？情人若寂寥地出生在1874，刚刚早100年一个世纪，是否终身都这样顽强地等雨季会降临赤地？为何未及时地出生在1874？邂逅你，看守你，一起老死，如果不可相约在和平地方，也与你畅游战地。为何未及时地出生在1874？挽着你的手臂，彻夜逃避，漫天烽火失散在童年代中，仍可同生共死。